菜菜小北河到哪里呢？这种就是台南的光子林温泉区。然后呢，今天小百合要参加一个中秋节的活动，叫做光子林的温泉美食节。我们都会有精彩的活动。活动还没开始，可是已经很热闹的。火王爷夜巡召集令，这边呢有几个有诸侯，是因为网这个是我在这边诸侯火的报道，这个摊位里面呢都可以住一户。等一下哦。排队中，他跟你报到了。那么如果这个是在现场可以租，然后有人帮你穿和服，这个是这个也是工作人员帮我穿的。你看啊，好不好看啊？玩的非常开心，穿的我真的很好看哎。然后呢，穿浴衣，然后等一下走一走这边。好期待哦！我们的三大温泉，我们今年都就是全国排第一名，十九个人表现，大家都足大好，啊，拢总来这洗温泉，吃烤鸭，开心吗？那是咱的愿望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也谢谢你。
个，这个应该是最后，最后的那个目的地。我们是不是有请小峰跟小群为我们拍完照之后来代劳一下，帮我们选出五位开放问题，如果会的朋友们，之前还有他国民企业活动的日期是从今天开始，一直到四月七号，很多人再次举手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场的年轻朋友们都已经准备做一段路哎。掌声鼓励！可是很好玩啊！我在路边买牛奶发了，看看表演。我们今年度的活动从今天开始，一直到几月几号？10月21号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如果对的话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好朋友。好，活动结束了。这个活动的今天是2018台南关子岭温泉美食节的开幕活动，今天是第一天。然后呢，从今天开始到10月21号，每个周末都有，下午都有这个活动，所以大家赶快来台南。等一下要体验一下你家温泉啊，还有台南的美食，我赶快去找一下。那大家最后影片觉得很好玩，觉得想去的话赶快帮我按个赞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彩云里 TV。 那大家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来到这边一定要吃这个台南的关子岭，这边的特色，这边的特色美食就是翁仔鸡。大家看起来好好吃哦，黄金的，超亮，好像很好吃。当地美食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香！我本来要点炒青菜，可是这边的招牌就是槟榔花。炒槟榔花，槟榔花是什么？我只有看到槟榔，可是没看过槟榔花，所以我就点看看，结果是这样子，这个颜色跟我的想象不一样，就是不是绿色的，看这样子，形状有点特别。对，还有笋子，里面呢又有很多放很多姜丝，所以很香。台北很少看到这个，所以大家在台南的时候多吃看看这个。主角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やった。还有，这个鸡脚，哎呀。台南的肯德基，很好吃，有很多汁，可是不会油腻。要参加温泉美食节，然后最后吃到当地美食。那小百合接下来要去哪里吃美食呢？快给我留言哦，拜拜。